喂，我了，三小龙我了，喂，我一个三个血，你怎么写的啊？哎，论文还不简单呢，我教你啊，首先选好赛道，它 Ctrl C Ctrl V 啊，等我要把这些颗粒度。爸，你这时间超肯定不行。哇，你写这么多了？论文简单啊，解决的是关键的，这是咱关键的问题吧？啥意思啊？到底咋写啊？你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具体怎么样，还要看具体的情况，要学会找出底层逻辑，找到逻辑的底层，对吧？哦，你这个写的多少字啊？38万多。啊？你怎么能纯正字数吗？你这懂个蛋！哎，喂，你还睡啊？还不起来写论文了？什么时候了？天，我还要写论文呢，今天9月份就去报告了。啊？你不是背什么保研吗？我说9月份大五去啊，你们老师兄。哎。老婆，你怎么说的毕不了业哦？哼，论文早就搞定了，导师那边一遍过。大爷，哇塞 ！Holy shit！ 不可能，其他字怎么可能？写这么完的论文？因为我找了一个写论文的助手，就没有他不懂的。要思路有思路，要判断有判断，要内容有内容，有问必答，问了之后秒答，看资料速度巨快。有这样一个助手，论文还能难得倒我？没法，去去去，就是我了。我的少年毕业论文助手就是他，我的专属毕业论文助手。智古青年 APP， 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智古青年少年毕业论文助手字体。问他编导专业毕业论文怎么写？再给你秀一波我的小助手文档解读能力，怎么样？牛不牛？智能体就是智古青年，智古青年就是智能体。至少，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智能体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只需要打开智古青年，点击创建智能，创造一个属于你的智能体。第二步，配置所需信息，告诉你的数字真正帮你做什么，输入相关内容即可自动完成配置。啊，这么方便？那么让他直接帮我写。哎，不能依赖，但有如此好的工具，一定要大大提升我们的效率。啊耶！你在庆祝啥呀？这么开心？我们论文有救了！论文？昨天都答辩完了，一会儿去拍毕业照啊！写什么论文？孩子，这……哎呀，没事，我们有少年毕业论文助手，明年一定行，明年一定行吧！哎。